好，我们请陈维忠议员发言。嗯，谢谢主席哦，那也谢谢督发处的报告，跟就是我们所有的科长还有同仁，大家真的都辛苦了吼。那我这边的话就是几点来就教吼。那首先的话是关于我们安乐区的周边土地策略规划的委托专业服务案哦。那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临时会，就是八月的时候就说已经今年的八月就已经审期末了。那就是我们想知道是说目前它的最新的状况，那希望可以把这个成果跟资料可以提供给本会同仁吼。那当然在拿到书面的资料之前吼，我这边是想要请处长简单说明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委托的专业服务案，它透过资料研析定位的安乐区的议题，我们会是哪一些哈？那以及说他所提出的安乐区的运输及都市再生的策略方向是什么？那我们预计来调整使用分区的区块和方向是哪一些吼，以及说这些空间策略的方向要怎么样来减少环境破坏跟工程的手段，来达到我们现在正重要的目标吼，永续跟韧性这件事情吼。所以等一下再麻烦处长。那另外的话，关于就是说，因为城中城大火发生之后，其实各县市政府还有内政部都非常积极的，希望可以从制度上来，就是来完备这些相关的公共安全检查的事宜，还有整个落实公共安全。那目前的话，我们都知道内政部其实有在跟各县市政府开会讨论，不管是说要朝向成立管委，强制成立管委会的修法方向。那市长在施政总报告的时候有讲到说，我们10月22号的时候已经有去跟中央还有各县市政府开了老旧复合用途的建筑消防安全精进会议。那我们当然很肯定说，在会中我们针对说闲置然后没有公安申报的这个楼层哦，还有就是里面会有一些问题的楼层进行一些盘点，然后有针对楼地板面积来做分类，那也会希望来改善荒废的楼层哦。那这些当然是我们在这几个月内重要的工作，可是就制度上来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落实我们现在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的申报及签证及申报办法，因为这个毕竟是建筑法第70条明定的，说关于我们要怎么样落实公共安全，是要用公共检查的这个方式，还有公安申报的这个方式来落实，而不是一般性的稽查或是盘而不是临时性的稽查或盘点吼。那目前的话，我在市政总报告的时候，我问市长说，在这个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签证及申报办法里面，我们16层楼以下的这些建筑物其实每4年或是每3年就要申报一次，但是目前它的公告开始的期限是由地方政府来做的。那我想问说，我们基隆有预计要做这件事吗？但是市长在市政总报告的时候是说没有办法落实，所以我想确定是说，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公告来做申报的整个频率的这个日期把它公告出来，那我们的制度上我们要如何来补足现在这个没有办法完整的来要求说各个建筑物管理人来做就是申报，而且让我们来做合格备查相关的议题，然后来真的掌控我们现在的建筑安全。所以这个等一下也麻烦处长，因为除了现在大家关注的这个复合式的建筑之外，其实基隆的纯住宅，也就是集合式住宅，其实发生失火的比例很高。那就是其实之前审计师有特别提到，100次发生在基隆的火灾里面，可能就是60或是70件是发生在集合式住宅。那我们现在这个对申报的这个要求是16层以下的，几乎是没有就强制要做申报。那这件事情其实也让就是目前基隆比较老旧的纯住宅建筑物其实是没有好好的管理的，所以这件事情也希望我们可以来尽速改善跟提出相应的方法。那接着的话是关于国门广场的议题吼，那其实我们处转会已经就是公告说，我们基隆港其实是不宜移址。那我们希望是说，在国门广场的最新的规划，除了清水空间跟人本空间、崭新的城市意向等等，也希望让就是基隆的市民还有来到基隆的人可以了解到基隆发展的脉络。而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资产是不宜移址，这个资产有可能是暗黑资产，但是它重点是要让大家去反思说这个人权的议题。那现在这个最终相关的
的这个议题我们要怎么融入，以及说在国门广场的基座它之前没有进行文字审议跟确认文字身份的时候就异地保存，那也许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文字审议会议有可能会去确立它的文字身份，那如果今天这个异地保存的结论被推翻了，因为这个其实是之前我们发现在宪刊会议上面文字委员并没有特别提到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重新的去融入现在这样的设计，那以及把原有的历史脉络跟就是我们的原有文化资产去做整合，那我尤其是现在其实城市博览会也往后延，我们有没有可能往这边来前进？那最后一点的话是关于违建的相关的执行的规范的进度。那我们其实有看到说基隆市的违章建筑强制拆除的收费自治条例我们已经公告实施快两年了，那它里面特别有提到说要征修相关的要点跟规定进度。那我们在业务报告中其实有看到说都发誓说十月中旬可以提送事务会议跟法规审查小组，所以我们想确定说这个是否提送，那预计审查时程跟规划的实施的规划是怎么样，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多市民关心，希望说我们城市在展新同时我们也可以一并来整理这些违建的议题。以上。